我那两个字没有沾柔，我不会发现我难受，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。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，牵牵手就像旅游，成千上万个门口，总有一个人要先走。怀抱起让我们逗留，呵护在离开的时候，一边享受一边泪流。也为别人而流。